4月19日，欧阳娜娜工作室晒出一组最新写真。照片中，她身穿黑色皮衣，搭配同色系吊带纱裙，脚踩短靴，利落帅气，全黑造型，甜酷兼具，手里拿着烟花棒，少女感十足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：“太好看了，娜娜！尝试多种不同风格造型，时尚是多元的。欧阳娜娜很棒啊！”非凡娱乐实时报。